有时候当我说气大无处不在的时候，你知道地水火风无处不在，我们是身体是地水火风空实，当我们说这个肉体气大无处不在的时候，地大无处不在，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叫地，地水火风，你这个知道的啊，地大无处不在，你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，你是想象不出来的，因为它就在这儿，是吧，你怎么能无处不在呢，因为你有个无处的概念，因为你有空间，知道吧，你头脑里有空间的法相，我说无处，你唰，你的头脑里就有个变虚空变法界，是吧，是个空，你那个空是头脑生出来的，叫法相，如果你不生这个法相，那这个地大有多大，告诉我，它也许是戒指，它也许是虚弥，戒指就纳虚弥了，我的每个毛孔里有三千大千世界，知道吧，如果我说无量劫以前你出生了，我说你最初你，我一说无量劫，你的头脑刷就跑到了无量劫以前，是吧，你的头脑里生出了过去，但那个无量劫是你的法相，没有无量劫，当下就是，当下你就是佛，当下你变虚空变法界，没有无量劫，也没有变无处不在的感觉，没有无处，没有无量劫，当下你就是佛，是吧，没有法相，然后当下地水火风无处不在，然后你就懂得佛说的心能转物，然后呢，为什么每个毛孔里有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是你生的法相，你生在哪里关谁什么事啊，你生在毛孔里跟你生在头外边跟你生在耳朵里有啥区别呢，你甚至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生在你的嘴里，你看印度教说梵天啊，亏是哪，你看那印度教也是张开嘴看到了日月星辰，你就懂得这些境界了，我不是说印度教里边有些东西他没讲对，但是呢你会看到很多宗派他在说这些境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你的法相障碍了你，嗯，当没有时间就没有过去心未来心，没有空间就没有无处跟当下，然后无处不在就是当下，所以戒指里边就可以纳虚弥，知道这些神通了吗，时空的观念错了，这个神通就来了，时空是障碍吗，有时间才有生死啊，你是生在几几年死于几几年，这不是时间吗，你来到了珠海，从温州来珠海，这不是空间吗，这不是这些定义在影响你啊，但佛始终是安住在什么境界，不管他在珠海还是在温州，他安住的时候我没有动过，我无处不在也在一点上，是吧，不管他在哪里，动的生灭的是个法相，是个假的嘛，你在生法相嘛，你的现在你认为你这个肉体是个法相吗，你生法相的时候你肉体变成法相吗，气大变成法相吗，这就叫障碍，你这个身体就不能飞，你就不能穿墙越壁嘛，当你头脑不生法相的时候，你这个肉体就成了佛了嘛，就不是障碍了，嗯，你对物质的法相，就是物质的，那肯定是物质的，这个肯定过不去啊，物质的肯定很硬啊，怎么能转成能量呢，你有物质，你有能量，你有光，你有波，你有所有的都是法相，全部都是法相，种子法相，种子是什么，信息是什么，全是法相，你有过去与心，你有时间，你有空间，所以你不知道你本来是，我们有疑，知道吗，我永远住不在当下修正，不是在过去修，就在未来修，在时空里修啊，没有时空你才在当下，这种法相全部破完，不生法相的时候你就成圆觉境界，就圆觉境界 OK， 圆觉就是算是成道，是的，佛的智，佛的境界在每一个维度它叫圆觉，嗯，每一个维度都是圆觉，就是说他知道一切是彻万法缘无所不知，法力无边，叫圆觉境界，就是证入它，就是修行就是证入这个境界，嗯，证入，所以他跟信佛什么没关系，是，但是信佛是释迦牟尼佛创立了这个宗教，以佛教以这个，就是说这个佛教佛法僧三宝以这个形式，以佛教这个形式在人世间流传，如果佛只说心法的话，那说吃喝拉撒睡都是修行的话，那我们怎么能怎么学呢，那佛法怎么流传呢，它主要一直一个模式形式啊，这就像你要一直一个男孩子的形象来修正啊，你要没有这个男人的形象，
你怎么要成道呢？你没有这个假象，你怎么去最后证入圆觉呢？虽然这个道最后也是个也没有真假，你就是真的，哎，但是他要一直，所以佛教，所以我们最终感恩，那我成为一个佛教徒，我太了解释迦牟尼佛，然后我感恩他，所以我成为一个佛教徒，真诚的，所以我叩拜。听老师讲这段，嗯，不断一点。哦，这个是实证方面的东西，但这个就需要不生法教是需要等一等，因为开始是比如说你修耳根是，破就是闻语所闻境啊，然后才有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就是动跟静再也不生了。什么叫动？什么是静？本能的都不生了。你现在本能的知道，我在说话，哎，我停下来，你本能的反应，到最后本能的都停下来，然后你就朝真空境界。安住在真空，一切法叫做梦幻泡影的。如果没有安住在真空，你在六根的分别状态的话，一切都不空啊，都是执着。看啥？本能的执着，男的已经执着了，女的已经执着了，本能分别啊。这个是实证里边的，嗯。这也就是《楞严经》里面七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七大就开始，这个其实已经讲到密法，嗯，这个就是，你不要以为这是个臭皮囊，这个就是。其他地水火风啊，变虚空变法界啊，除你头脑中有变虚空有虚空，所以它就不是啊。你觉得它很小，它是镜子啊，它太渺小了，跟虚空。但如果没有虚空的法相，这就是一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就坐在这儿。你叫它一个人也行，你叫它一个动物也行，你叫它物质也行，你叫它四大也行，七大也行。你叫他戒指也行，你叫他须弥山也行，是你起的名字啊。那这个地方坐着一个什么？本无生啊。人道看人道的相，畜生道看畜生道的相，天人看天人的相，地狱看地狱的相。这儿坐着什么？本无生啊。那我跟人交流，那你认为我是人，那我就跟你交流了，拿人话说，是这样的哦。是你有时空啊，所以我们才变成了两个人啊，所以我在人道。你如果是动物，我变成畜生啊，那我在畜生道啊。那究竟空性在哪一道啊？每一道都是众生因为不同的业力产生的幻境啊。你在那个幻境看见我，我真实存在吗？你在人类的幻境看到一个投影，那个东西真实存在吗？我无生啊，你也是本无生啊，我们是一样的。你的本质上跟我是没有任何不同的，只是你没破镜执着。你有时空，你有六道的时间空间啊，你有东北，你有珠海啊，你有男人，你有女人啊，你有爱有恨啊，有更晚有近啊，你各种分别都在那障碍你修行，把这些分别心一破就安住了，是吧？是我是因为你的眼才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才生出来，如此而已。你看我跟我看我经都是你的分别，是啊，所以有时候我太像你的认知了，太像你的认知了，所以你的认知真实不虚啊，我太像了，因为是因你认知我而生啊，我是无生的嘛，如来无生嘛，本无生嘛，不是我安住在本无生的境界，是我本无生啊，我没有境界可安住啊。你让我安住什么我就安住什么，你认为我是什么我就安住在你认知的那个境界里啊。众生把我安住在各种境界里，我就安住在各种境界里，化身无量啊，知道了，这就神通啊，法身化身啊。